过年必备的一道菜，合家团圆。如果这道菜你还是学不会，过年那天我上你家消费你。准备两个戴绿帽子油菜，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准备点猪肉馅，肉馅中放葱姜，精盐鸡粉十三香，来点蚝油，再来点料酒，生抽、老抽，再来个公鸡蛋液，再来点土豆淀粉，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上劲儿。水开来勺食用油，下入油菜，焯烫58秒，捞出控水备用。码入盘中，摆出好看造型。视频你都看到这儿了，浪费你1秒钟的时间，给我留下双击，谢谢您了。起锅烧油，锅中油热，葱姜蒜爆香，来勺郫县豆瓣酱，炒出红油放生抽老抽蚝油，少许忘情水搞里头，肉馅捏成丸子的形状搞里头，大火帮忙收个汁，再来点少许水淀粉勾薄芡。哎呀，这合家团圆做的真有食欲啊！这道菜如果你学会了，全家都得夸你是大厨，老好吃了。给红标点个关注吧，明天我还教你。